能量气场真是太强大了，和邓超一起参加活动，刚下楼梯就有粉丝拥上来，举着手机求合照，直说等很久了。也许是因为赶时间的缘故，邓超就在一旁婉拒，直言不太方便。那动作真的太像保安了。不瞒你说，连拍视频的网友都表示，后面才看到是邓超，场面也是很有趣了。二月十九号早晨，孙俪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，给超哥测试新买的血糖仪，一针扎下去，超哥就要骂人了。这种事儿也就难能做得出来吧。Ah!